子游戏，我是二代险的朵拉。今天呢，我买了一颗我自己的朵拉的奇迹蛋哦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坐着托马斯小火车把这颗奇迹蛋运回家喽。我们开动托马斯小火车。托马斯小火车呢，拉着朵拉，还有这颗奇趣蛋，把朵拉送回家喽。托马斯小火车还会发出鸣笛声呢。朵拉到家了，请下车吧。我也把我们的这颗奇趣蛋运下来了。托马斯可以到一边休息喽。看看朵拉的这颗奇趣蛋哦，朵拉想要拆开和大家一起分享哦。拿到奇趣蛋里面有什么宝贝呢？奇趣蛋上面的人物有朵拉和布茨。我们打开包装看一看，外面是一层锡纸包裹的，啊，里面是一层好吃的巧克力哦，尝一尝。好吃，很香很甜哦，但外面的这层巧克力可以吃哦。哇，打开巧克力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紫色的小的蛋蛋哦。我们需要再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呢？那里面是什么内容呢？有一张图片，是朵拉和布斯在一起玩哦。背面呢是爱探险的朵拉的袋，里面都有可能拆到的玩具哦，有朵拉的公仔，有捣蛋鬼，有班尼牛，小松鼠七号松鼠，小猴子布斯，哇，都有可能拆到的公仔哦。哇，这次我们得到了一个小狐，一只狐狸。大家知道狐狸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它的名字叫捣蛋鬼。大家都知道捣蛋鬼别捣蛋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它的下面有一个绿色的圆盘，装上，插在尾巴的下面有一个孔，插上了它就可以固定喽，就可以站立喽。这是捣蛋鬼公仔，它的材料非常的软哦。看看尾巴这里呢，可以转动。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，非常的软，可爱，非常好玩的捣蛋鬼公仔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小朋友，拜拜。